比较松的烟啊，最后我们看了照片以后，决定用比较松散的烟。昨天是那种浓密的烟怎么做啊？后来我发现这个亚利桑那号它是比较松的这种啊，它并不会像昨天那种那么紧，所以我们准备两样东西，一个亚克力增厚剂，一个棉花。啊，医用啊，然后啊，你把它揉成这种小块小块的，啊，放在要冒烟的地方，沾一点。增厚剂啊，让它黏，可以黏住。好，那你怎么去塑形呢？用喷笔的气压哈，你在喷颜色的时候顺便就塑形了。烟的松紧全靠那个喷笔的力气气压。
然后慢慢把形整理出来。来喝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这个比较松的烟，叫松烟，啊，这样就 OK 了，啊。